我是乐乐，要订阅我的频道哦。小朋友你好，影片就要开始咯，记得和荧幕保持适当距离哦。小朋友，你准备好要跟我一起收看动物警探达克比吗？今天河滨小镇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第三集，枪虾的友情。全新的报案电话。哦，这不就跟原本的一样吗？ No no no， 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科学的奥妙之处就是在平凡的外表下蕴藏着不为人知的可能性。我帮你们设置了全动物影像报案系统，原本的电话连接上了全球卫星，现在不管大只鲸鱼小只蚂蚁上山下海的报案电话都可以看到对方的影像咯。马上派上用场了。河滨派出所吗？我的朋友虾虎鱼被闯空门的歹徒抓走了，请快派人来河底区石穴路五号，拜托你了。什么影像都看不到哎。奇怪，不应该坏掉啊。先别管这个了，救人要紧。前辈，我们出发吧。那我不要吃缩小糖，而且我不会潜水啊。哦，这有什么困难，包在我身上。这个氧气罩真的可靠吗？警官请用茶。我在这里。让您见笑了，在下的视力不好，平时都靠我的室友虾虎鱼照顾我，他不在我什么都做不好。请别担心，我们会尽力帮你找回虾虎鱼的，请跟我说当时的情况。那时我在帮虾虎鱼整理房间，只听到他在客厅尖叫救命啊，我赶出来时只觉得四肢一阵酸麻，就追不上他们了。我想我知道去哪里找他们了。请让在下跟你一起去。不要吧，你视力不好，去了也帮不上忙，我们还要分身保护你。在下不会妨碍你们的，只要想到虾虎鱼可能正在受苦，我就没办法独自待在家里。线索只到这里，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前辈，你有看到什么吗？石头，很多石头。我们回去吧，海底不太安全，我看虾虎鱼多半也是凶多吉少。警官，拜托别放弃，虽然在下眼睛看不到，但我有预感虾虎鱼就在这附近。科学的奥妙之处就是在平凡的外表下蕴藏着不为人知的可能性。很多石头。就在那里。可恶，你怎么会发现我？地上跑。枪枪。小虎鱼。枪枪。站住。看我的绝招，麻醉末日。枪枪。别跑。什么都看不见，而且我手脚麻痹了。
今天应该早退的。我的报案电话没坏，只是拍到章鱼墨汁而已。是啊，多亏了枪侠的气血枪，才能顺利破案。哦，那一定很震撼。枪侠制造的气血爆裂时，除了产生音爆之外，瞬间还会发出数千度的高温和闪光哦，真想亲眼见识一下。啊，我都不知道气血枪还有闪光，那华哥前面看到不就要晕倒了？枪虾和虾虎鱼是互利共生的好伙伴。枪虾喜欢在沙地上挖洞居住，可惜视力不好，出外觅食的时候很容易被天敌发现，所以枪虾会让虾虎鱼住在它的洞穴里。出洞时用触须触碰着虾虎鱼的身体，只要感受到虾虎鱼受到惊吓快速游动，就会跟着躲回洞里哦。调查完成，10%。是章鱼大盗把虾虎鱼抢走了，还好有达克比警官的帮忙，还有枪虾超厉害的超强气枪，才让枪虾找回了他的好朋友虾虎鱼。达克比警官超厉害的，跟着达克比办案。Here we go, we save the world。我们下次再见。有频道喽，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嘿嘿嘿嘿啊！